现在快黑天了，直播间也搭建差不多了，我妈把所有的泡菜配料表都准备好了，本来想着今天去做的，但是现在都工厂都下班了，快黑天了，所以明天我们上午起早来去办那个我妈正宗朝鲜族泡菜，现在大家都辛苦了。吃啥去，威哥？吃啥都行，看阿姨想吃啥。我去东北的时候一顿好吃好喝的。我妈有啥想吃的没？你们吃啥我跟着吃。我妈最累呀，天天陪着我，是不是？今天吃湖南菜，我说吃海鲜，威哥不吃，你说？哎呀，没地方啊！那得等多长时间呢？我妈没吃过湖南菜吧？吃完那咱们就上了呗。现在咱们头一号等着是吧？这个好像就是臭鳜鱼，腊肠。这是干腊肠的腊肉。就在这吃吧，等一会儿行吗？这个是我点的镇店之宝啊，臭鳜鱼。吃啊，威哥！镇店之宝，尝一尝，阿姨尝一尝。我都没吃过，臭，但是吃的挺香。加饭这个，这是第三道菜，红烧肉啊。这盘子挺大呀，肉没几块。还有菜呢。还有放桌子上呗，你就吃吧，妈。来一块尝尝。看有没有威哥家黑猪好吃，尝尝有我家肉好吃，做法不一样啊。调料挺好，要配着黑猪肉更好吃了，宝山猪。我妈也尝一块，这是红烧肉。嗯，好吃吗？那这个好吃。两块。香吗？给您再倒一杯呀！谢谢。这么老远过来干啥呀？走啊！我那椰汁咋不拿来呢？椰汁没拿。椰汁麻烦你拿一下子。阿婆。阿妈，你尝尝这个小炒黄牛肉。对，非常好吃这个。我在家还试着做过呢，但没做出来这口味儿。威哥应该吃过吧？这好吃，嫩呢，还嫩还辣。来，威哥，来，这个，辛苦了啊！应该的。阿妈也辛苦了，喝一口。辛苦了，最辛苦。吃菜啊。多吃点菜，我妈，辛苦了。还有菜呢，这是炒的蔬菜。对，放你那边吧。放这，放不下了。现在吃完饭了，准备回家了。打包。筷子。筷子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这两天一直忙着筹备直播间那泡菜的事情。直播时间大概定到13号下午6点钟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，我们还在调试萝卜条的口味啊。这个是腌的拌黄瓜，差不多早点睡吧，妈。嗯。就这个口味行，色香味俱全嘛。我妈把这黄瓜条也拌好了，威哥尝尝啊。嗯。嘎嘣脆，哎呀，好吃，真好吃，这个老下饭。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是我们主打的，这个对还没入味呢，没入，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泡菜汤，那个入那个萝卜条味儿里边。这个今天拌完了，明天吃去，明天吃就嘎嘣脆了。嘎嘣脆是不脆，这是很中的，那也不是新鲜萝卜，能嘎嘣脆吗？那吃着口感也嘎嘣响，跟住的，这个嘎嘎好吃啊，好吃，我尝尝，我尝尝看看跟以前口味一样吗？这个汤汁还没进萝卜条里边，是，明天就好了，但味道是可以啊。这有点咸啊，
你整咸不行吗？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吃嘛，我就他们都爱吃咸的，知道不？不像我们似的吃的淡。别整咸了，就跟炒菜一边咸就行。但这个是正好啊，如果汤汁入味了的话，老公咸呢？我估计有点咸。咸的没事，都是爱吃咸的，太淡了不爱吃。别整咸。这个萝卜条是八分脆，黄瓜。就是有点咸，做个咸的没事，我特意整咸了。明天整的时候，淡的绝对不好吃，淡的。你比例到时候我都给你称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。要咸了的话，你怎么能称出来？我左一把右一把老抓，你怎么能称出来？我就搁那秤量嘛，量完到时候就知道了嘛。你这么整不标准，一整咸了，一整淡了，能行吗？是吧？但是没。咸菜吧，稍微咸一点没事，挺好吃，是不？淡了就不好吃了。现在这口味啥的都没问题，就是咸淡啊得掌握好。甜度怎么样？这是黄瓜那个香味。我看这个卖的话比黄瓜快。黄瓜呀、啊，萝卜条卖的快。这个还出错，这个泡一宿都没事，泡完一宿，明天那个什么。零点半的都就这样，你这好吃我不会做，这就够好吃的了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，好吃，那还能咋好吃啊？吃完飘飘然然呐，辛苦了我妈，现在我妈是重点保护对象啊，我得照顾好起居啥的，是吧？明天想还想吃啥水果，看都安排上了，那冰箱里还有鲜瓜，还有什么东西了？好几样水果呢，今天不用买，今天不用买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辛苦了吗？我就装好了，扣上盖，明天入味了就好吃了。明天早上能做饭就好。能做，我妈搁马勺。啊，搁大马勺做啊。哎呦，那明天早上就吃那俩咸的，嘎嘎。魏哥来的时候还拿两袋大胖和小胖的豆花酱爱好呢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麻烦你。明天早上吃，好吃。明天早上吃饭，就为了吃点咸菜，喝一罐。真的，拿咸菜喝呀。我说整点外卖，你要想喝的，啥也吃不去了。今天晚上吃不起。我拿这个 AD 钙奶，娃哈哈。我给你拿个新筷子。陪着魏哥。啊，头一次看见拿咸的呀、哦，喝啤酒的，真厉害，魏哥。不是最咸的，确实老师，刚才我尝了。很咸，少吃点。来，喝点酒嘛。整这玩意儿。洗大米泡上，要不闷，你看我妈，非得要做饭，我说的，早上出去吃，我妈说愿意在家吃。你这多累呀、啊！这么整啊？累什么玩意儿？吃点饭还累？都12点多了。没事，你来吧。这咸的里都放啥呢？这咸的里面，刚才这句没看着。你要想学的话，教你呗。行。我妈在韩国也整这个黄瓜条啥的，萝卜条都有。就是你教我啥都教，我拌出来和阿姨不一个味，也不行。是一个人一个做法。对。我拿点吃点瓜子得了，搁点瓜子 AD 钙奶陪我。你看我吃咸的，我妈不会养那么胖。真好吃。吃点那个什么呀？妈妈喝吧，没事儿。哎，你这整的太寒碜了，你说。哎呀，这多好啊！这晚上我没少吃。我也没少吃啊，我磕两碗饭。香菜挺好吃。那个孩子。咱们班班那个，咱们吃的多，咱们就那个多做点饭吧，早餐。那小子他能吃，不，平时没那么吃，今天上饭店的时候吃挺多。明天这咸，明天这咸的不得磕3碗4碗的啊？那电饭锅那一锅都干了没够。是，他爱吃大米饭。他这种人，我记得应该吃那面食。对，他们基本上都吃面食。我妈把饭菜都做好了，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，我就惦记早上吃点这泡菜呀，萝卜条、黄瓜钳子，现在萝卜条应该入味了，我
妈做的烧豆角，花生米炒的咱们东北大酱，鸡蛋炒黄瓜，蘸酱菜。早上其实出去吃一口就行。哎呀，可家有的有些玩意儿都吃太得了呗。这是榨菜，这里是什么呀？酱汤啊？不是，那是那天吃的辣子鸡吗？啊，然后这个我妈用锅蒸的米饭，山东大馒头，贴饼，真有才呀，我妈。电饭锅，我告诉人邮了，过两天到。刚才我在网上又给你拍的南果梨。特大号的嘛，哦，是吗？嗯，谢谢啊。谢啥呀，这不当儿子应该的吗？我妈高兴就行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。现在我们马上吃饭了，等会还得去工厂呢。睡咋样，威哥？睡挺好。哎，一点儿不冷。是吧？南哥，都冒汗了。那被子太好了，发热的。那被子是我来这块提前买的。是啊，那被子老热了。$100多，那那么热的毛就那个绒的，嗯，好得劲儿。是这个得劲儿，我买了3套。啊，只要你来呀。那也不贵呀。是。有心了。来啊！不来了，他在外面随便吃一口，等会儿咱们吃完饭，来接咱们来。说那个我的中控的啊，在山东新找的小伙儿。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，然后有很多朋友还问什么时候直播啊？13号下午6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了。等会儿再吃完饭，还得去工厂办钱再啥的呢，得把所有的事都得提前准备出来。靠妈做饭的技术，比电饭锅做的都好。辣子鸡，没想到咸菜。做得好，大米饭还能焖这么好呢。别夸我了。这一天早上吃的太丰盛了。尝尝我妈做的菜咋样？好吃，真好吃。真的。咸的你心心念念的。对，主要是为了吃它。嗯。我们朝鲜族早上这块有汤。好像昨天晚上比昨天晚上还脆。是啊。嗯，昨天刚拌嘛。这过了一宿的话就汤汁都入味了。最入味儿，嗯，这个能好吃，这比昨天脆，入味儿了，完脆了，嗯，还是为啥呢？一宿汤汁渗进去了嘛，所以泡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那么泡时间长，就泡，哦、不能说，干嘛？吃饭吧，啊，吃饭，吃饭，萝卜好吃，萝卜也好吃，嗯嗯。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，一会儿还得去工厂拌咸菜。昨天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今天就开始拌。直播时间大概定到13号下午6点，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我们，拜拜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富贵生态农场，我跟你说，富贵。生态农场，对。